科目二 S 弯道技巧视频。 S 弯及曲线形式是科目二五项必考科目之一，在科目二五个考试项目中 S 弯是最简单的，但学员想要顺利通过也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考试技巧。那么 S 弯方向盘打法有什么口诀呢？ S 弯的口诀是车头先把曲线进，左棱右线紧瞄准，左棱紧贴右线走，要触左线回正身，左线移到车头中，一圈方向要回稳，右棱快要触左线，半圈方向要瞄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驶进弯道前应提前减速，同时遵循走外线的原则。左转弯时，当左车脚碰到右侧边线时，往左打方向盘一圈，保持左车脚一直压住右边线来行驶。右转弯时，当看到发动机盖左侧三分之一处和右转弯的左边线碰到时，向右打方向，